看评论区很多人都好奇云云家是做什么的，也就是我越南老丈人家是做什么的啊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下云云家是干什么的啦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做生意。来，三妹介绍，三妹懂一点。三妹，昨天我先拿回来还给你。你们家是卖什么？说神财，财神的啊，就是越南也跟中国一样，就是在门口啊都会摆一个财神啊，这就是财神位。对，你看这里就有一个，家人们看一下啊，这里就有一个，就是搞这种的啊。这个财神位大概多少钱一个啊？这个财神啊大概八点门位。多少钱？三妹别控。8.5个嘞，这个多少钱一个？大概200多块钱，很便宜。还有这些凳子很多，这个就是他们过年买了个兰花呀，可以摆在这个凳子上。就是过年卖的是。过年准备生意好了，你看拿了好多凳子。他们家以前都是卖这些家具的，后面生意不好，就改成这个拜神啊，就是这些东西了。家人们看一下，以前都是卖这个家具，桌子、椅子什么的。对，现在都改成这些卖财神、观音啊什么的，就是一种信仰嘛啊。这个是比较贵一点。对，那些家具比较贵一点，不好卖，所以是改成这些了。对，然后改成这些就是小的。哎，听说明年好像这些也不卖了，要给二妹做生意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什么？就是今年也感好，就是卖只能够家里吃饭而已。只够吃饭啊？还好你们家是自己的房子，不然的话。对，自己的房子，然后就是如果把这个门面啊，租出去的话，还是比较有钱一点嘛。啊，卖的还不够门面费。但是我爸不喜欢，我爸还是喜欢自己做生意。对。所以明年二妹就他们毕业了嘛，想给他这个随便做什么的。二妹，明年做老板娘了，办好了，能够。对，办个嘞，准备卖什么？二妹办个来店吗？说什么？二妹继续，他说继续在家卖这些，然后帮妈妈广告。那给你们，我还以为你想其他的生意呢。二妹走啦，妹们办个卡。别聊了，二妹别谈了，你好，不给卡就没得办。啊，他说去河南学广告，然后再回来办。OK， 有志向。OK。三妹。加油，三位加油！你说姐姐加油，姐加油，姐姐加油！这就是我越南老丈人家的一个情况啊。因为这个门面的话也是自己家住的，租给别人的话也不太方便，家里小孩多，然后是吧，人来人往不方便，所以是还是给二妹做生意。二妹做生意，肥什么赚回来？赚回来房租就可以了。买了，如果说明年学好广告，也可以直播卖货，卖这些。对不对？好，大家也知道我老丈人家有些厂房，还是做些风水啊什么的啊。这个主要是他们家，就是。对吧，这是主要的生意，然后外面的都是，其他的赚钱的，对吧？对。但是主要的生意好像还，好了，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越南丈母娘家的一个情况啊。大家在北宁的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过来看看。过来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回去河内了。现在我马上带二妹和明明一起去河内。我们。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来老丈人家玩一下，吃顿饭。大家还有什么好奇的，可以打在评论区。拜拜。拜拜。口号：笑哈风云，一路有你。拜拜。拜拜。上面好黑呀、啊。